刚开始意思是等到缓转期嘛，第二是快速恢复期嘛，再来就是饱和维持期嘛，这个核黄酮自己迈向康健期，这跟我们减肥一样嘛，刚开始很有效嘛，怎么减到两个月到一个瓶颈了、啊？这时候只有两条路嘛，再寻求别的方式，他就减肥成功；不寻求，你又再大吃大喝，哟，又回不原来了。哦，这就是我们的疗效，我们能够判别。那我们的条件很高，我们的有疗效应该是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就没效果就不用谈了，第二个呢你治标，再来治本，再来是痊愈，再来是根治。一般西医只停留在痊愈，它没有走向根治。我们的标准是正在根治，当然我必须要讲如果你有病痛啊，找寻医生或者找寻辅导人啊，其实两方面都要心存感恩之心，因为要处理治标已经很不容易了，人是复杂的有机体，对不对？包括心理，对不对？如果有点改善，你都要心存感激，不要说哎呀他没帮我处理好，他只是帮我治标，哎，能治标已经不错了。当天你走向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讲的话是正确的。那其实我们的调理，我们有饮食啦，有生活啦，有运动啦，有灵性，有能量。那目前呢，我比较偏向能量调理，能量调理，因为这是我的专长。我们其他的就给其他的人。那你会发现当你用我们的自然疗法，或是说自然医学，它做完了以后呢，它肯定是这五个东西要存在，一定是他会教你自主性的管理，你把你自己的生死大权交代给自己，而不交代给医生。第二个呢，我们要体认自然运行的法则，什么法则？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只不过不要那么的不堪。那再来呢，我们的效果的物质是多元化不是只有药，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通电话，其实就产生效果，一定是多元化的。那最后是一定是身心灵要健康的，肯定不是只有身体我们这个南怀恩他专门在提倡这个心灵层次，真的，心灵在我的比例里面，其实我是第一名的，能量是其次，我觉得心灵比它还更重要。这个，那我们培训了很多种子老师我们已经到了第十五期的你那个时候第一期我们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已经到十五期了，我们几乎每个月没有断过。那我们做过很多实证，光这个实证还不够，我们做过这个心肌梗塞的我们做过妥瑞氏症的，这都是蛮棘手，我们都有录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再播那我们做过了这个医师他已经把他放弃的病人到我手上，我们在十几次让他回职场，他有59张的医院证明我们每一次做都有医院证明做一个佐证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回味。那我们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并没有用其他的方式。那我们也做过什么？23年的精神分裂，我们做过小脑失衡，我们都做过。我们要涉猎很多，所以我刚刚讲过了，临床不能停，临床不能停。那我们公益讲座我们也不能停，为什么？你要推广，就要靠公益讲座嘛。那这最近我们在临床这个病人这个我们用尽所有的方式在临。那这个我们必须讲冬天所有的病人要进步比较困难。冬天是有它的温度的，包括中风的他的情绪，为什么？
冷嘛，我们气血不通嘛，我们每降低一度，我们的免疫力之，我们的治愈力不是免疫力哦，免疫力跟治愈力是有差别的哦，不是等同的哦，降低40%，当然他心烦了，哦，这是必然的。哦，这是我们哈、哦、继续在做哈、哦，啊，我礼拜一哈、哦，他找我、哦，好好的谈一谈，啊、哦，来这个偷偷手入刑哈，哦，礼拜一我就要过去了哈、哦。其实我们都没有在放弃，只有病人在放弃我们，我们不会放弃病人，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使命。这个我们必须讲啊，我们这个一步一脚印啊，点滴在心头啊，啊，我们是永不放弃的啊。那我们这是一个病人，他住桃园，他是中医师啊，他得了珍珠瘤，然后在台大长庚，美国医方认为他这个珍珠瘤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最棘手的，然后他就接受开刀，开完刀以后留下了啊，这个双眼失焦。平衡力差，然后腿疼，没办法走，那要上洗手间是用爬的，哦，那开刀以后15天哈、哦，我们经过这个我们黄兄啊，哦的引荐哈、哦，我们认识了他，哦，我们在6次的时间哈，哦，他已经能够到操场，走大概漫步1小时，哎，那1小时已经不简单了，而且他成为我们第8期的学生。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段比较少播出。老先生好，今天看起来气色好像很不错啊，感谢。之前为什么开刀啊？我想不开刀是因为啊，我这个头皮内。对，隔上啊，在这个里面长珍珠瘤，哦，很严重哦，非常严重。经过医师讲啊，他说他们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那代表手术成功，手术成功，但是回来身体不舒服，哦，就是留下很多后遗症。第一个就是眼睛，啊、哦，两眼。看不神经，不能聚焦，还不能聚焦。对，还第二个啊，就是耳朵、左耳听不见，啊，然后再来腰酸背痛，两脚不能行，非常严重。那像那个张先生这样的，他就是说因为这边开刀，他已经上报到他的一个手跟脚的一个神经系统。他包括手部的神经系统，那所以我们这次来我们就针对他的一个神经传导，还有这个开关把它打开。那有没有进步？其实我们会从几个东西来看。第一个就是说，你骨质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睡眠会比较好一点，这些都是一个指标意义，还有精神体力，看这个上肌量子好像进步的不错，他现在视力怎么样？视力现在逐渐的已经恢复了，听力呢？听力已经这一个耳朵已经都听得见了。那现在这个腰酸呢、啊？我早上去运动，包括去运动，运动就还好哈、哦。那还好，我之前呢拿两只拐杖的。对，现在不用拿拐杖的运动了。那我们从来这里到大概也在6次啊，你有这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对你自己的努力，这方面还是要感谢你。还要跟这么讲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安住我，安住我。哎呀，不要这么讲，好。其实我很简单，我知道。哪个出了问题，我就开关把它弄多加强就好了，就那么简单。哦，他去找他的那个长庚的医师，台大的医师，台大医师竟然跟他讲，我又没有给你开脚，对不对？我是开头，你脚不能走是你的事啊，对不对？啊，哎呀，还发脾气呢，
害他以后他的门诊他都不看了，然后这个这一段插曲啊。